是谁呢？卡尔是个杀手，最顶尖的那种，就没有活人见过他长什么样吗？没有活人见过他？你认识卡尔？他是我的影迷，非常狂热的那一种。如果你能把他找来，咱俩的事情好商量。我有一部戏想请你做我的男主角，扮演一个杀手。为什么觉得我合适呢？因为你的表演真的是。 没话说。不，这个地方，请你仔细说一说。作为一个演员，可以把角色的灵魂塑造的淋漓尽致。我觉得您和角色真正做到了合二为一。哎，就不麻烦您了，您把剧本给我，我好好揣摩。那如果说这部戏没有剧本，你会怎么演？那我只能瞎去。 即兴发挥，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个能力。不管你的表演尽管投入，只要我不喊卡，千万不能停。老大，卡尔太危险了，必须马上除掉他。我去接贾玲。有人在追杀我，你不能出去。 妈呀，这是中了多少枪啊！草船借箭呐！